怎么说，奥恩可以直接退，这把左边这个阵容都不玩剑姬吗？这个魔说话其实有点搞笑的，有点冷笑话。目光犀利，哈哈，哎，闪现接台，哎，砸晕了，闪现接台，哎呦，猴子能杀吗？猴子有大，为什么这波猴子溜了，大树没溜啊？感谢灵，因为猴子领先啊，大树抓了波下路，猴子是一直在刷野。两个大，三个闪，抓了一个茂凯，然后汤圆，哦，一剑过来射到安妮了。泰坦就在旁边，这一波他们给大招过来，杀了人中升六级，能留吗？像刘小薇好像 Q 技能还有两秒，闪现一勾，手闪现勾 ，LP 过来支援，刷帮忙挡了，后悔 ，LP 想找个角度放大招，悲惨，哎呦 ，LP 过来支援，这一波 LP 双招命直接都没。不是这波 LP 他想省闪现你们知道吗？他本来直接交闪一点事情都没有，他想把那泰坦骗过来然后大走，结果欧文很细节一直不给你位置，来了有闪现的牙膏，喂，还是被撞起来，说撞还是撞起来了，哎，上路怎么再一个大招过来，有要交技能了呀，小布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兵权啊，三扭掉，好闪现，这波是必被打击的，没办法，希望王欧文是这样的。大招再给过去，怎么说？小薇有人替他阵亡了，阿尼琼砸出来在追人，奥恩踢下来，这波是要比对面厉害的，因为啊，临时没有大招，卡莎飞进来，欧文也要找，喜欢叫大招打，哇 ，crazy。这样都能玩起来吗？破个推塔，感谢等等等等风开通的招粉，对，哎，找高处，再来毒卡莎，可能计划交了，叫大刀还是要死，好像点燃的探视，但是也换了两个人，哦，又来了，赚大招吗？赚出来了，啊，已经叫赚出来了，怎么说？EDG 还要逼中路，哎，我们先撞一下，冒牌大招，大招可以过来了，滚住啊！撞个大招吗？撞不出来了，好像这波撞出来了，啊！这也能撞出来吗 ？LP 兵快上来，被飞过来，大招大一下 ，OK， 应该先往后拉，拉不走，我站着一定会被开的，来了 Q 一下。阿莎 W 到了，虚空锁敌，这场路线绿毛被勾了，那这样直接反开了，被带过来了，但是边这把积血打没了，猴子 W 假猴挡一下，到处大招，这波感觉要撤退了 ，RNG， 哎，飞过来吗 ？LP 伤害够吗？够了，最后一下触发电量点死，让自己也着了，赚吗？一换一没了卡莎，真的赚吗？撞过去，欧文卖自己，不过还行啊，你还有大招的，他也不着急，砸大招砸到大树身上了，有机会杀大树，但是洛也倒了，后续残局安妮有点难顶啊，闪现再还想再打吗？着六，闪现撞没撞到人，斩架平 A 死了，牙膏给杀了，怎么说？哎呦，汤圆还在往前追，还在小薇能跟得上，再来发 Q。OK， 但是安妮元神要启动了，什么情况？八杠一杠六，悄悄咪咪。再骄阳直接撞撞谁？这样撞吗？这样撞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再把他俩击飞，开过去，过来想吸，没吸到人，绿毛后悔。顶 Q 上下拍回汤圆，但没拍到，只能带高温了。奥恩不中啊 ，LP 压力有点大，把闪也给交了，感觉还是不好打呀。对，而且他人头全部分配在安妮身上了，被逼闪了就很伤，再来一炮，那汤圆只能踢出来了。BDG 这个状态要逼大龙，好逼吗？有人。
去卡的去卡，感觉啊，你只能给这大龙啊，不给吗？这大龙真得给吧，安琪，给了还能玩，不给就点。啊、你看，不给就再送一个，再过去再死一个，只能给啊，这大龙。悠哉送的弹豆车，感谢这个悠哉包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悠哉不可能只送弹豆车这种东西的。哎呀，我咬大招但撞不出来了，这一下这一塔被人顶着猛跃，要找猴子能一杀一个辅助，但自己估计也走不动了，闪现也不想交。那是这一吞要找一波，感谢悠哉的 JD， 谢谢。20秒的安妮大伤回来，守得住吗？不过还行，下路兵线挺远的。这个炮车有当然爆五强化的炮车，除非他们故意拉一下，那那个炮车进去。OK， 走了。啊！小龙 BLG 根本就没有想法，因为他们知道风龙拿了也没啥太大用。怎么说？你就利用小龙，你想出来跟我打？好肉的盔伤体。脚大了，二段撞不出来。探员又在被攻了，探员大招只能给，给了绝身咒。我们开个飞过来，把艾希给杀了。但是要看牙膏这里，牙膏还是有输出能力的，牙膏速度很高，再回头一点，双杀。你牙膏三杀有五杀吗？但是一丝血了。奥恩想去杀，但是追不上啊，一波了。家里面有兵线的。不能忽视这个时候的杰斯啊，这个时候的杰斯伤害要比艾希高起码5倍，回伤体伤害也很高啊，这个时候的。对，安琪以为把艾希切了能赢，但是没用，真的要去切那个杰斯会好一点。还是中路那波太伤了，有兵，怎么回事？又走那么快，干嘛？